这个挡不住的趋势啊，那 AI 带到底带来哪一些机会啊？那挑战会是什么呢？在这个产业的变革下面，台湾的厂商的机会跟挑战又是什么？这个海啸来这一段时间哦，尤其又这么快，那大家既然跟不上，怎么办？两种策略，海啸来就两种策略嘛。第一个就是你去冲浪。 你就站在海啸上，好，那我很努力做这件事情，我跟着每天的进度日更，每天就在更新这些这些最新的进度。再来就是第二个躺平，不是，我是说真的，哈，大家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觉得躺平是对的，好，不是不是长期是对的，我我我要讲清楚，短期躺平这个是一个战略，好，其实这个整个微软的团队是非常这个在一个这个战国时代，就是压不能说压力很大，但是就是大家。 斗志高昂，哈，就觉得说，哎，我们终于有一个好的机会，哈，可以好好的这个发挥一下。哇，这个 AI 可以画图，AI 可以写文章，AI 可以帮我做报告，好，那感觉好像是 AI GC 的花园来了，那似乎看起来好像是欣欣向荣，但是未来真的是这样吗？啊，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未来在这个呃遍地开花呃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关注到底水源在哪里啊。 就是数据从哪里来啊？这个水干不干净啊？那以及我们究竟能够呃，在这个花圃里头，是不是能够呃，用足够负担的成本，呃，合理的时间，找到那一朵真正美丽的、有价值的花啊？那二零二三年很有可能真的是，如果我们在十年后回头看的话，可能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诞生的起点。 哦，那很多破坏式的创新其实已经在发生了。我们虽然，呃，今天可能主要在讲 A I G C 生成内容，可是如果你看到更多领域 A I 的应用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惊讶。哦，就是他们已经用科学的研究方式，其实已经被改变了。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底的时候，Chat GPT 才开始发布，那到呃几天一个礼拜，它就有一百万的用户。好、哦，那到二零二。 二二年的哎，二零二三了，抱歉，好，一月末超过了一亿的用户，好，那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好，那如果跟以前的 Instagram 或呃其他的 social media 的软体比较起来，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成长的状态。三月十四号的时候，Google 就马上反攻，好，就是他觉得他们要超车了，可是他都不知道我们在后面有多努力，好，就每天等他超车，然后就要撞他，然后他超车我们就撞他，好，那。 微软在这边的努力，我们是想把这个 AI 创造成一个副驾驶的概念，好，所以人还是主要的驾驶。那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工具，那对我们来做呃很多的事情，就可以来呃事半功倍。好，我们啊，我自己目前的想法是，我觉得它不会只是取代我们的脑，或者它可能会扩增我们的脑之外，它其实也会取代我们的手脚或者扩增我们的手脚。 那接下来很可能什么更重要？可能是 A I Q 了哈，就我们如何能够智慧的使用 A I 哈？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对于我们下一代来说，他们一出生身边围绕着 A I，还有实体的机器人。实体机器人其实是今年会爆发的一个领域。我想各位接下来可以拭目以待。那这些 A I 原住民其实他们体验到的就是，他们解决问题本来就是尽量要自动化的。 所以他们会习惯这些东西。未来我们可能是不是有可能要开始考虑应征的这个这个征求工作者的对象是可以是国中生的，甚至是更低的。只要他可能是数位原生的世代，只要他可能 AIQ 非常的高，只要他可能很善良，只要他有一定的与人互动的能力，说不定他在使用这些工具工作的成效，很可能甚至比我还要更好。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变革将会很快来到了。我们如果去思考什么是人才这件事情，将会非常革命性地影响我们未来，不管是个人、组织或团体的发展。工作者其实现在就很焦虑了哈，但是我觉得这是个人工作者的黄金时代，只要你会用工具，好，最头痛的其实是组织，组织是最头痛的，就是说，哎，在这么快外面这么快的情况之下，组织的存在的意义或者是存在的这个安全性是受到质疑的。 我自己目前的想法是，我觉得工具不是目的，但会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啊。那不管是追逐工具，或者是创造工具，都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了，觉得那个就是目标。我们认为是反而是透过去了解这些工具的过程，去回过头去看，呃，目前的这个公司或者组织或者自我现在的运作价值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应该如何透过 AI 来，呃？ 作为我自己个人能力或者企业能力的一个扩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作者的黄金时代哦。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你很会用这些工具，你的生产力变十倍。但你如果是一个初阶的创作者，你很容易被取代掉哦。所以每次的技术革新，它就加深了两极化哦，永远都是这样。工业革命就是这样，技术一更新，两极化加深。我觉得 AI 也是一样，所以每一次都是带来同时带来机会和挑战。 每一个 AI 都可以有独特的个性，我们可以训练它，有点像我们在道教的时代说养小鬼了所以以后呢，每一个人可能可以真的养这个 AI 的数位的小鬼来代替我们工作，五鬼搬运再也不是梦啊！人人可能都可以成为道士啊！所以呢，我觉得所谓的 Mind Rider 的意思是，如果能够顺利的骑乘这些 AI 的心灵。 并且去辅助自己的工作，去创造贡献跟劳动的成果。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看见的近期内每一个人有可能可以扮演的角色，并且去追求的未来。